Hello，Hello，花蜜们好，我是花田，今天一起来 DIY 一只水晶手镯吧。这个是 AB 胶，今天我用的是软胶，当然你用硬胶也是可以的。取出 A 胶30毫升 ，B 胶10毫升，混合之后呢，你还可以调一些喜欢的颜色。然后拿出一个手镯的硅胶模具，我在里面摆放了一些装饰。好了，把配比好的滴胶小心翼翼地倒进去。我放了一些樱花粉色，又放了一些透明的颜色，本来呢是想要做出一种渐变的效果。等我倒完之后呢，它还是有这种渐变的效果的，但是我的粉色还是放太少了，等它晾干之后呢，那些颜色都跑不见了。你看，这是我晾完两天之后，它的粉色竟然都被白色吃掉了。所以如果你要做成粉色的话，粉色一定要多放一点哦。好了，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